梅州有不少司马地，但不是姓司马的人家。司马是古代的一种官衔，司马地顾名思义是司马的府地。明清时期，司马是州同同知左堂的别称。这座司马地位于梅州市梅江区西郊街道黄泥墩社区黄泥墩三号，建于清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，为嘉庆十六年进士，后至内阁中书礼部郎中，后人称为礼部公的梁慎真长子梁新恒所建。梁新恒号兴穆，字铎生，生于嘉庆九年，由国学圣捐授光禄寺署正，进捐同知。梁新恒为光耀门楣，该屋故名司马地。司马地为典型客家传统民居建筑，并具有浓厚的客家宗族文化，建筑样式和细节具有一定的艺术特色和价值，和同在望杏坊的赫和楼醉京楼是隔壁邻居。2021年12月29日，司马地被梅州市人民政府列入第四批梅州市历史建筑名录。